舒缓一下心脏。下面呢，给各位家长带一首《奔跑》，然后给大家舒缓一下心情。知道孩子在里面大家都很紧张，然后我们今天用我们的歌声让大家放松一下。即心脉，心清晰，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，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，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吹出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，有梦和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只遇到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，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大家高考的日子，然后12载的寒窗苦读就为了今天这一刻，但是不论结果与否，我们拼搏过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，然后这个我相信也会是我们人生中文化最巅峰的一刻，希望大家能够成功。在这里我代表咱们完美声音沈阳20强的所有选手，然后祝大家考试成功，都可以考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大学。你俩说的，咱俩怪不得长得好帅呢。谢谢。是帅吗？祝杰瑞大哥在未来的比赛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。